这是一起毫无征兆突然发生的案件，案发地是一家小公司，当时已是下班时间，公司经理正和自己的妻子喝酒聊天，而员工们等在外面准备过一会儿外出聚餐。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我今天就不应该来，是我丈夫非要让我来参加什么公司的同事聚餐。本来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已经快要去餐厅了，他就非说今天难得高兴一回，非要自己先喝上一杯，结果就那问题就出在那酒上了，对吗？那瓶酒已经送去化验了，根据我以往的经验，那瓶酒里应该是被投入了剧毒物质。那瓶酒是从哪儿来的？我不知道。你丈夫平时有喝酒的时候吗？我们也没见他喝过。前几天我看他桌上摆了瓶酒，我还觉得奇怪呢。他这个酒是今天刚起开的。一个平时滴酒不沾的人，案发前办公桌上突然摆了一瓶酒，第一次喝就出了事儿。那弄清酒的来路就是问题的关键了，是吗？对呀，这酒上哪买的呢？既然嫂子说今天才开封，那就证明这毒药早就在这里面了。那这凶手就是那个卖酒的人。酒未必是经理买的，也有可能是别人送的。不过如果送酒的人是凶手的话，他肯定会送得很隐秘，不然就太容易暴露了。我怕的是除了经理自己，没人知道送酒的是谁。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想我不能再隐瞒了。我知道给经理送酒的人是谁。你看我干什么？那酒是我送的吗？哎，不，你亲眼看见了？那倒没有。哎，但事情肯定是这样的。我是公司的秘书，下班比别人都晚，大概在一周之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今天晚上就给我送到公司。我们经理冷不丁跟我要了。啊，好，那你快点，我去楼下等你啊。好嘞。然后第二天那酒就已经在办公桌上了。我承认那酒是我送的，可那酒是经理跟我要的，不是我自己主动送的。他平时又不喝酒，干嘛向你要酒啊？我哪知道啊。是这么一回事儿。我有一个朋友在国外一个酒庄代购高级红酒，然后当天下班经理就突然打电话跟我要，而且让我当天晚上就送到。对了，他还跟我说这件事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别安慰你了，
只要他信就行。反正啊，死无对证，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天地良心，我对我说的每一个字都负责。这个人的话充满疑点，并且难以求证。不过能确认的是，导致被害人发生意外的那瓶酒就是他送的。显然本案被害人并不是一个受员工欢迎的老板，苛刻、蛮横、吝啬，他的这些做派会引起下属多少反感，其实不难估计。如果这一次有人利用送酒的机会投毒报复，一点都不困难。对于特定情形下所发生的案件，分析当事人的社会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调查环节。种种恩怨情仇和矛盾纠葛，也许就是本案的内在起因。这一点已经被很多事实反复验证。今天重温这些案例，会得到新的启示。案例回顾，时间2017年1月，地点安徽省马鞍山市。一起骤然发生的案件，一种充满疑点的说法，证据稀少，难以求证，纷乱复杂的表象之下，真相到底是什么？过去，站起来！我知道我的命不值那么多钱，我们打的人家的东西。不是，拿着那个水滴，打一个出来过去。好。这是安徽省马鞍山市公安局的民警正在处理一起纠纷。此前，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市内的大华国际大厦2905房间高价出售假裂翡翠，买卖双方发生激烈冲突。但是，民警赶到之后，被指卖假货的一方却大呼冤枉。是我卖假的嘛，18.8万，可以判我10年以上，对吧？见到民警之后，这个情绪相当激动，还，他们就是向我们公安机关几乎相当于哭诉。我卖的是不是哪个假的？我项链18.8万，我在哪个地点包的金都知道。在哪里拿的东西？我们什么东西？真的假不了，假的跑不掉。一方报这边是那个卖假货，另一方报我的东西被调包了。被指兜售假裂翡翠的人名叫张洪强，是来自上海的玉石商。他说自己带来的明明是真货，却被人现场调包。不仅如此，那个买家极其同伙，还对他大打出手，说是他的玉被人抢了，对吧？又被人殴打，然后被人胁迫。民警核查后确认，事发现场共有6人，除了张洪强和他的两个朋友，剩下的3人是买家刘欢及其2名随从，他们都是马鞍山市本地人。那么他们6个人也是互相就是指认，就这6个，没有多余的人出现。据张洪强讲，他是应刘欢之约，带了一批翡翠从上海赶来和他交易。见到刘欢后，张洪强把自己携带的货物一一拿出来让对方欣赏。就在欣赏的过程中，刘欢毫无征兆地突然发怒，称张洪强之前卖给他的都是假货，同时又有2名持刀男子冲出来，将张洪强和他的朋友赶到卫生间。第一反应肯定是他们想抢我们东西喽，拿了刀，当时就直接就奔过来，就像砍你一样的，说放你头上。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张洪强他们很快冷静下来，拼命反抗并大声呼救。刘欢听到卫生间内有这个反抗的这种声音，刘欢从自己的这个办公桌内掏出来一把这个手枪，然后冲到了卫生间里面，说你们再动啊，我就要用枪把你们打死。刘欢要求张洪强等人交出手机，当着他们的面把双方之前的聊天记录全部删除。这个时间到了这个中午的12:50多，刘欢就自己拿着自己手机报警。刘欢报警后把张洪强等人从卫生间放了出来，并把手机还给他们。这时张洪强发现他们带来的翡翠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包假货。我们的包装都是很好的包装，他那个包装都是很差的包装，明显的就不一样了。而纠纷的另一位当事人刘欢却是不同的说法。刘欢的自己表述说自己前期在张洪强处购买了这个翡翠玉石，后来刘欢说在其他地方鉴定说玉石是假的。刘欢说自己不是第一次从张洪强处购买翡翠了，但对方总是以次充好，这次居然故技重施，他实在忍无可忍，这才报警求助。至于张洪强所说的被殴打和调包，完全是无稽之谈。我要我没换，你要你换了，怎么证明？没办法证明，确实没办法证明。双方各执一词，难辨真伪。那么留在事发现场的那包假翡翠究竟是谁带过来的？技术人员将疑似被调包的物品和包装袋进行了技术处理及 DNA 检测。如果有张洪强等人的 DNA 或者是指纹的话，那就说明这个是之前张洪强准备的，而不是刘欢调包的，是吧？如果发现了上面有刘欢等人的这个 DNA 以及这个指纹的话，那可以证实张洪强等人说法可能是需要予以采信的。但是呢，经过这个处理之后，没有发现任何的指纹和 DNA。 在交易过程中，物品是需要人手接触的，或多或少会留下 DNA 或指纹，可是现场疑似调包的物品和包装上却没有任何痕迹，这样的结果让警方感到吃惊。我们有一个初步的结论，就是这个现场确实不太正常。在对双方询问的同时，另一组民警对大华国际大厦以及张洪强等人居住地的监控进行了调取。我们看到张洪强他们当时到现场的时候带着这个东西的样式，然后再反追他们这个在住所带出来的这个东西，发现是一致的。可是民警在案发现场看到的物品明显和监控里的不一样，这说明张洪强来到事发现场的时候所携带的有可能是真货，而现在这些货不见了。现在根据监控视频所出现的情况来看的话，张洪强一方所讲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事发后法医对张洪强等人身上的伤情进行鉴定，得出了确切结论。但肯定就不是在这个拳打脚踢的时候啊，这个人的手能够就是形成的伤，他们这个伤肯定是刀或者是矛啊这类尖利的锐器划伤。这就是说，张洪强所称的自己遭遇刘欢等人暴力伤害直至用枪威胁，很可能是真实情况。但问题在于，如果认定这是一起持枪抢劫案，目前的证据太过薄弱，而刘欢究竟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更是无从推断。因为在案发现场也没有视频，案件的发生的过程啊，除了受害人的这个陈述之外就没有其他证据来支撑了。有鉴于此，警方决定从张洪强与刘欢此前的几次交易入手，查明这究竟是正常的买卖还是精心设计的圈套。双方的陈述有共同点，他们是在2016年12月21号双方在上海市五角场玉石交易市场认识的。
张洪强说，他第一次见到刘欢是在自己的店里。他说意思就是，你有好的东西嘛，我要么就买，就买好一点的。家里面就是，要送人，什么老爷子要送人呀，什么之类的。当天，刘欢以66000元的价格挑选了一枚翡翠戒指。遇到像刘欢这样大手笔的新客户，让张洪强很是意外。之后，两个人相互留下联系方式。成交的这个时间比较快，而且现金支付。没过多久，张洪强接到刘欢打来的电话。刘欢称，他家老爷子非常喜欢翡翠，由于本人平时很忙，这次委托他购买一些。档次高一点的玉器哈，拿给我看一看啊，或者是拍照片发给我看一看，看看我们家这个老爷子是否喜欢。如果喜欢的话，我们就把它购买掉。张洪强当即给刘欢发了几张翡翠的照片，刘欢看了后很满意，双方商定5天后到刘欢的办公室进行交易。当时这个张洪强来到了刘欢的办公室，然后看到了他这个办公室啊，是在马鞍山的这个商业中心啊一处写字楼上面。2016年12月28日，刘欢以188000元的价格再次在张洪强这里购买了一条翡翠项链。但是第二次这个成交啊也是非常痛快的，而且这个刘欢呢也是以现金方式支付的。之后在刘欢的要求下，张洪强又通过手机陆续给他发了一批翡翠的照片让他挑选。刘欢称对这批翡翠很满意，并再次约定了交易的时间和地点。他本身也想成交，也想赚这个钱啊，再加上前两次呢，对刘欢的这个印象也比较好啊，所以这个就直接过来了。2017年1月18日，张洪强等人按照刘欢的指示再次来到马鞍山。他就指定了带哪一些东西，就是小的满绿的那种，那种大的滴水啊或者观音啊，那种值钱一点的。为了表示诚意，张洪强这次特意带了一些大件翡翠作为赠品，准备送给刘欢。这期间，张洪强的朋友按照刘欢的要求返回居住的酒店，又取了一对手镯。有一对冰种的手镯，那手镯的话，他说要便宜，那个我们也留下来。从张洪强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刘欢出手阔绰，经济条件很好，似乎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那么他的真实面目是否如此？光鲜亮丽的外表会不会是一种伪装呢？专案组首先对刘欢近几年的活动轨迹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和摸排。刘欢就是马鞍山第一个势力团伙的老大，那个时候他多大呢？19岁。他那个时候在马鞍山，就是组建了一个地下出警队。你比方说你要跟人家要超市什么的，打电话给我，我帮你喊一帮小虎队去打架，趁场子。2006年，20岁的刘欢因犯寻衅滋事罪，被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2009年刑满释放后，长期混迹于地下赌场等场所，这些年并没有正当职业。那我们通过对刘欢近几年的这个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发现他那个最近几年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也就是一般。他长期这个混迹于社会，对于这种玉器的这种需求哈，应当是没有的。按道理讲，他应该没有这么多钱来支付前面两次这个玉器的这个货款。通过对知情人的走访，民警了解到，案发前刘欢的穿衣风格突然和以前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平时基本上就是牛仔裤，啊，这个夹克衫，啊，运动鞋一类的这一种装束。但是在案发这个前面几天，他的这个装束啊，就是突然变了风格。他穿着都是这个西装革履啊，穿着皮鞋。一副这个商务人士的这种打扮。不仅如此，警方在调查刘欢名下的公司时也发现了异常。然后调查以后呢，我们发现他这个办公室挂了一个黄塘矿业公司牌的，我们来查有没有这个公司，对吧？什么时候注册的，啊，有怎么样的一个经营，对吧？发现全是假的。通过对大华国际大厦的物业保安员走访后，民警有了更多的发现。据他们讲，2905室是2016年12月27日才租出去的，
也就是张洪强首次来马鞍山的前一天，这个办公室才投入使用。那么可以表明，刘欢租这个办公室纯粹就是为了张洪强他们来才租的这个办公室。此时种种迹象表明，这次假货纠纷正是刘欢精心设计的调包计。那些被调换的真货以及凶器去哪儿了？专案组决定先将刘欢传唤过来，试探一下他本人的反应。我们就开始打电话给刘欢，对吧？说这个我们来找你了解一个情况，就是一个正常的，就是公安机关啊，觉得你可能有问题，打个电话来通知你。就是我们当时没有直接证据嘛，他也答应过来了，忽然就关机了。刘欢的突然失踪让侦查员措手不及，警方通过系统查询，此时他已经离开本市。刘欢的这一异常行为反而印证了警方之前的推测，所谓的购买到了假货只是刘欢的谎言。那么案发当天与刘欢一同出现在2905室的另外两人对此是否知情呢？2017年2月8日，专案组传唤了在案发现场参与斗殴的另一名男子刘坤，试图在他这里寻找突破口。传唤刘坤的这个理由呢，是因为第一，刘坤年龄较小啊，1993年出生，当时也就24岁。第二呢，他没有犯罪前科。据刘坤交代，刘欢是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找到他，称自己花大价钱买到了假货，让刘坤等人把损失要回来。然后这个刘坤也供述称，当时刘欢和上海的这个商人啊，他们进行商谈关于退钱的事情，因为双方没有谈妥，没有谈妥之后呢，这个双方就发生了这个口角，继而呢引起这个肢体冲突。除此之外，刘坤对其他的情节避而不谈，包括给他的家人做了很多工作，因为我们也告知他啊，首先这个事情很严重，如果是定性为持刀抢劫的话，那么这是很重的一个罪名，对吧？我想你还这么年轻，如果是因为这个事情啊耽误了，对吧？那么你可能要后悔。在家人和警方的劝导下，刘坤终于承认案发时现场确实有刀具和枪支，并供述转移这些凶器的人是刘欢的一名手下。当时我们在视频监控里发现那个穿墨绿色外套戴鸭舌帽的这名男子，就是刘欢的另一个手下，叫毛金明。刘坤的供述警方并不意外，因为案发当天警方在查看监控的时候已经发现了一个疑似转移物品的可疑人员。就是张洪强可能在现场会看到刘欢，看到刘坤，看到张强，看到这三个对他实施殴打的人，但是呢他看不到他的翡翠。如果有第四个人进来到现场来，他发现不了。专案组再次查看了案发当天大厦里所有的监控视频，并扩大了时间范围，果然在10点23分的时候，有一名行为反常的男子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他在刘欢等人进入29楼10分钟后也独自进入电梯，直至刘欢报警的前2分钟，该男子再次出现。他出现的这个时间点就是比较蹊跷，戴着帽子，然后他的衣服比较宽松，从外表来看就是看起来像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你仔细看的话又好像里面好像有东西。由于监控角度问题，电梯里看不到楼层的指示灯，但是民警通过电梯运行的速度和楼层停靠时间做了一个侦查实验。他是从29楼进入的电梯，先走到10层楼的，用了18秒。进入了电梯之后，但是他下达到4楼的时候就出了电梯了。1分钟后，该男子在1楼消防楼梯口出现，他迅速走出大厦后，消失在周边的监控盲区里。经常停放接客的那个区域啊，他那个视频啊也是坏掉了，啊，所以这个。这名可疑男子具体是乘出租车到哪去了，这个就不好判断了。此时毛金明已经逃往南京。2017年3月4日，专案组赶赴南京，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将毛金明抓获。经审讯，毛金明交代了受刘欢指使将凶器转移并抛弃的全过程，但是他对赃物的去向却一无所知。当时就是毛金明到案之后也供述了，当时现场确实有一把手枪，这把手枪是刘欢带来的，应该是一把左轮手枪。同时毛金明还交代了是他把这个当时现场他们就是抢劫所用的枪和刀给扔掉了，分别扔在马鞍山市这个雨山湖里，还有开发区的一个小池塘里。当晚警方组织人员在雨山湖采石河内展开打捞工作，经过20多个小时的打捞，犯罪嫌疑人作案时所持的枪支、砍刀等凶器被成功找到。随着作案工具的被打捞出来，以及毛金明的交代啊，再加上这个在看守所内的这个刘坤也这个交代了，此时相关证据已经固定。2017年3月21日晚，花山警方在浙江省湖州市将犯罪嫌疑人刘欢和他的两名同伙抓捕归案，并迅速展开审讯工作。把枪拿出来的时候，整个刘欢就崩溃了。第一，他的同伙交代了；第二，这个受害人指认确实是这把枪。3月25日，犯罪嫌疑人刘欢如实供述了他在王彪的指示下实施犯罪的全部过程，包括他们怎么逃到外地去，谁来给他们接应，给他们这个活的生活的费用，租了房子，谁给他回来回的这个传递消息。房东呢也陈述是说，2016年12月27日啊，该房子是由一个叫王彪的人，从他手上租下来的。2017年3月22日，专案组在苏州市吴中区某会所内将王彪等人成功抓获。据调查，王彪是安徽省利辛县人，和张洪强是老乡，但两人并不相识，更谈不上有什么仇怨。那么他为什么要策划抢劫张洪强？直到此时，一个叫李明亮的人才终于浮出水面。受害人张洪强多年前跟着同乡李明亮进入玉石行业，并在他的引导下逐渐在这个行业里立足。张洪强他们俩的发家都是李明亮带他分的钱，都分了大几百万上千万，都是李明亮带他们一起干成真的。按照张洪强的说法，2013年年底，李明亮提出让张洪强入伙，一起在无锡合伙做生意，就做那个翡翠和田玉的一个公司形式的，在网上面卖和实体店一起卖。公司成立后，李明亮却找各种理由不愿意出资。他不是说让我拿那个50万吗？后面我是总的花了应该有78万、80万那个样子。此后，因为房租和进货、出资等问题，张洪强不想再继续做下去了，并提出撤资的要求。在这公司在运营的前提下，我不做了，我退出，你应该帮我这个，你有个说法，对不对？而且借我的钱，就是买东西的借我的钱，还欠我的钱，我这留的还有那个信心，说，没钱，要不给你打个欠条。在多次讨要未果后，张洪强离开李明亮，和亲戚到上海另开了一家珠宝店。有一次，孙波跟张洪强是谁啊？被人家骗了，也骗了500-600万。然后李明亮给他追回来的，他多要了几十万。然后就说，就是李明亮的意思，我对你那么好，你妈你背着我，不仁不义。2016年12月下旬，李明亮和王彪在苏州聚会时，提到自己和张洪强有矛盾，想找人整整他。可能他本人心胸也比较狭隘，对吧？觉得嘛，太气了，我必须就不是钱的事情了，对吧？就是我包这个仇。回到马鞍山后，王彪找到刘欢商谈此事，并暗示事后给予高额报酬。在金钱的诱惑下，刘欢答应了。李明亮的计划是找人以买翡翠为饵，诱使张洪强出售假货，之后以此为由实施敲诈。
于是王彪就指使刘欢以购买翡翠为由和张洪强持续联系。为了让刘欢更像一位成功人士，李明亮安排王彪带着刘欢到商场购置了整套商务正装。那么刘欢当时应该还聘请了一些这个应该相当于临时演员这样的身份的，聘请了几个女孩子来给他在这个办公室里办公。在作案过程中，王彪总共花费70多万元用于前期投资，而从张洪强那里买来的翡翠他都送给了李明亮。因为王彪当时是想在浙江投资一个环保企业，但是环保审批的资质老是下不来，王彪就想通过李明亮帮他在浙江搞一张这个环保资质。李明亮也同意了，想你帮我把这个事办成，对吧？于是我就带你办。2017年1月，李明亮将一批做了生物痕迹处理的翡翠赝品寄给王彪，只是王彪趁机放在张洪强的包内。哪一天寄过来的？就案发的前两天。就寄到你这个地址是吧？对，3008的。3008的。案发当日，刘欢指示张强、刘坤携带凶器事先藏在办公室的隔间内，几分钟后毛金明进入大厦，在消防通道内等候指令。他们根本都不知道调包的事情，那个小伙子毛金明来也只是拿刀拿枪，另外两个小伙子刘坤和张强也只是负责把人逼到厕所里面去，刘欢没跟他们讲，他们不知道。随着审讯工作的推进，让经验丰富的老侦查员们较为吃惊的不是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的狡猾，而是主犯的作案动机。他就说，我能让你发家，你现在不尊重我这个老大的这个江湖地位了，我就把你这个调包了嘛，当时调包了，对吧？调包了以后，这个拿出来是个假玉，你看你这个人卖假玉给当地公安处理了，在这个玉石行业一下子把你打得一败涂地。2017年4月2日，受李明亮指使，负责藏匿被抢翡翠的犯罪嫌疑人蒋成涛迫于压力，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提交所藏物品。事后经鉴定，涉案的9件翡翠价值人民币123.1万元。2018年5月25日，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被告人王彪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刘欢犯抢劫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寻衅滋事罪，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他被告人也均作出相应的刑法处罚。目前，该案主犯李明亮在逃。哎呦，你怎么才来呀？哎呀，哪儿去了你？出什么事了？哎，这个晚上，这家小公司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所有案发时在场的员工都背负了作案嫌疑，而这个姗姗来迟的人，会给案情增添什么变数吗？